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达人、各位商家朋友们，还有在全国观看直播的钓友们，大家下午好。正所谓喜迎八方来客，盛待四海宾朋，在这海燕和星、万物生长的好时节，我代表威海抖音直播基地以及本次活动的组委会，热烈的欢迎各位相聚在山东威海参加2022斗来钓鱼户外嘉年华活动。抖音电商直播基地成立于2021年4月，坐落于美丽的海滨城市威海，始终秉承着为天下钓鱼人优选天下好货的愿景和能够协助抖音一起推动垂钓行业发展的初心，于2021年联合抖音体育、抖音电商、抖音基地，成功举办了抖来钓鱼516和抖来钓鱼916两场活动，得到了相关领导、全国明星达人、商家以及天下的钓鱼人大力的支持和参与。如今抖来钓鱼活动已经成为垂钓行业的明星赛事，是钓友们交流互动、推动行业发展的重要活动，也是垂钓行业的一次精彩盛宴。近年来，露营已经成为都市人短期游玩、放松身心的首选方式。为满足钓友们的需求，基地在本次嘉年华活动中特别推出了露营服务，让大家能够在垂钓之余享受富有自然风光的野趣，让垂钓和露营碰撞出属于户外运动爱好者的火花，并以拓展露营户外市场、助力垂钓和露营产业发展齐头并进。好事多磨，终成事，佳期难得会有期。虽然今年因为各种原因延迟了活动的举办时间，但在威海市各级政府大力支持下，在抖音体育、抖音电商、抖音基地的积极推动下，在各位明星达人和品牌商家的全力配合下，本次活动得以顺利举行。在这里，我要向所有推动参与2022抖来钓鱼户外运动嘉年华的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对城市的敬意。最后，祝愿各位朋友们带着期待而来，收获喜悦而归。祝2022抖来钓鱼户外运动嘉年华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